来讲是一个叫做基督徒合一的基督酒。啊，家己中会伫昨伫好会天主堂，甲啊家己教会天主教会，做伙来举行基督徒合一的基督会。啊，这个基督会伫家己中会已经有进行过差不多十几冬的时间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时间，天主教的教会甲基督教的教会，啊，应该讲是讲叫做天主教的家己教区，甲基督教会的家己教会，十几年来，拢伫这个时间中间找一天来做基督徒的合一祈祷。啊，伫这个祈祷会是当年较温柔，今年天主教主办，明年个咱基督教会主办。后年就搁天主教主办顶，安尼透过即种个礼拜，帮助基督徒、普世基督徒，会当更加清楚即种上帝伫咱中间个合一个呼召，嘛激励咱甲其他个基督教个教会会当来合一。其实基督徒不是哪基督教的教会的信徒叫做基督徒，天主教教会的朋友也是基督徒，啊，基督教的教会也不是只有是长老教会那点，基督教的教会在全世界几若百个教派，而且不同款的宗派，不同款的教会。天主教教会，也是基督教教会，用合一的祈祷来共同来和其他在咱生活中间做伙的人，知影讲啊，原来人基督徒因是有生活的见证，合一的见证，嘛，互咱会当和外口的人知影讲，咱拄着基督了后。的这种的合一的生活见证，一早起所读的圣经节，其实我咧选圣经节，拢无特别选，我就是照全世界的普世教会啊，这个礼拜日伊安排的圣经节是倒一段，我就用迄段圣经节啊，是《约翰福音》书第一章，甲《撒母耳上卷》第三章，咧讲出上帝怎样甲人相拄着。然后以及来呼召人来成做伊的奴仆、伊的工人，这中间的生命的故事啦，清楚讲起上帝呼召人的奴仆，以及救恩落实伫咱的生活中间。第一项，咱看到撒母耳受呼召，撒母耳受呼召是上帝找人。撒母耳上卷所讲的这个故事是上帝呼召撒母耳的这个技术。啊，我用简单的故事的方式，把咱拄仔所读过的圣经节安尼讲故事来讲一下。有一日的夜晚，啊，上帝呼召这个囡仔撒母耳。在这个进程，撒母耳甲上帝关系吼。其实是拢透过伊个老母哈娜，甲伊个老师伊利安尼在教示那边。当伫即日的婴儿开始，上帝将伊家己本身要来启示予撒母耳，甲伊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啊，即一开始，撒母耳也做讲是伊个老师在甲叫，所以吼伊有三摆去到老师伊利。伊面前讲啊，我伫遮啊，你咧叫我，所以我就来啊。我有听到你咧甲我叫，我伫遮。啊，撒母耳安尼随传随到啦吼，人随叫，爱就随到安尼吼。啊，连续三摆。啊，伊哩吼，即、這个老师，头下拢安尼，因为咱的圣经讲已经年老啊，啊目睭无看袂清楚啦。啊，有可能吼，伊嘛是无解啊，就爱困啊吼。啊，到尾甲知讲啊，经过三摆啊。原来吼，这是上帝的呼召，上帝呼召撒母耳啊。但是咱的圣经有讲吼，当时
伫囡仔撒母尼迄个四个年岁时，上帝阿伯启示予撒母尼，所以撒母尼无迄种听见上帝声的即个经验啦。啊，撒母尼就透过伊的老师伊利格教导讲，呾，这个是上帝在叫你。等一下吼，你若要听到人在甲你叫的声的时阵，你就爱安尼应哦。耶和华请你讲，你的罗卜在听。后来，上帝第四届来叫撒母尼，撒母尼就照安尼做，伊安尼来答复上帝对伊的呼召。啊，对遮，咱来看出撒母尼回应上帝这个态度吼，和咱做无共款的。当然嘛是伊哩这个老师，甲教导讲吼，爱安尼来应啊。咱通常吼，咱拢会回应上帝安怎回应的，咱绝对袂讲这种话，讲耶和华，请你讲，你的罗卜在听，咱拢会安尼讲，讲上帝啊，你的罗卜吼，伫遮在讲话，请你听我的祈祷。对不对？请你听我的祷告。吼、哦，你嘛较拜托的，咱嘛较拜托的吼。哇、哦，上帝敢若是恁家的迄个罗卜嘞，请你听我的祈祷。有无？吼、哦，咱常常拢会讲这个话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爱记住咯，爱倒转来看圣经，伊哩安怎教导伊的学生撒母尼讲哦，耶和华。请你讲，你的罗卜在听。这种的回应实在是无简单，因为伊这种的回应，予咱甲上帝建立一个心灵亲密的关系，嘛予咱会当向上帝来拍开咱的心灵，予上帝进入伫咱的心内，来向咱。讲话，然后咱来听上帝的声，安尼，咱甲我都亲像撒母尼共款，无任何的杂念，然后听起上帝呼求的声，用回应来回应上帝呼召，来做上帝的祷告，这是第一个啊的呼召的声。第二个呼召的声，就是《约翰福音书》第一章，咱大概所读的圣经章。《约翰福音书》有记载，行洗礼约翰的两个学生，啊，含行洗礼约翰做伙咧行，看到耶稣，然后因就怎啊去对着耶稣的后面，啊，耶稣吼含因对话有三句话。啊，这三句话足重要诶！安尼讲，耶稣个问这两个学生讲：“恁在找什么？”啊，这两个学生就甲回答讲：“耶比啊，大你踮伫倒落？啊，老师，你住伫什么所在？”莫名其妙，那我甲你问讲，你在找什么？啊，这个答非所问哈，讲吼啊，老师啊，你住伫什么所在？但是吼。问这句话真有啊，回答这句话真有意思。耶稣吼，就甲邀请讲吼，恁来看就知影，恁来就会看见，就是讲恁来会当看到我住伫什么所在。等下咧，因看了两人就甲耶稣中间产生一个新的联系关系，因个放下一切。对耶稣，圣经甲甲咱记载讲，迄暗因个住伫迄个所在，因个住伫耶稣所住的所在。啊，约翰福音书安尼伫写，真正是足特别的。约翰福音书吼，无一开始个有哪咧写讲，因个伫啊远远的所在看出讲哦，迄个就是弥赛亚无。啊，嘛无讲吼，阮都已经找到弥赛亚，无需开始就安尼讲。因安尼慢慢啊对耶稣甲问讲，啊，那恁是咧找啥物话？恁是啥物物件？有落去是无？毋是，因讲先生啊，你住伫啥物所在？然后
耶稣带因去到伫大个所在，而且两个学生就甲耶稣来带做伙。过了后，约翰福音书佮写讲吼，这两个学生去拄着西门彼得的时阵，就甲伊讲吼，阮有拄着弥赛亚呢。哦，所以经过这代志了后，他讲阮有拄着弥赛亚，真欢喜，阮有拄着基督。迄日就甲伊三个带做伙，因已经带伫基督的内面，寻求耶稣基督。不是那种一时的冲动，感情顶端的冲动，追求基督，也不是一种表面上的一个啊动作啊，定要追求上帝、追求基督，是爱带伫基督的内面去拄着基督。所以当这两个人甲耶稣带做伙，伊就带伫遐的时阵，那种伊甲上帝属灵的生命。就开始产生啊！在因的信仰的生命中间，各有耶稣基督的疼、稳定、甲未来的使命，安尼，这个细长的树啊，就慢慢大长，就是要成做上帝的祝福。第三，咱做要来想，哪里你我拄到基督的时阵，要怎样？无论你是平信徒，还是教会的长执，还是教会的领袖，还是亲像我是一个神职人员，咱的呼召拢是对上帝遐来。上帝呼召对伫伊家己，然后是用无共款的方式来伫呼召咱在座每一个人。撒母耳的受呼召。真清楚，甲咱讲起是对上帝遐来出声，来甲呼召。上帝呼召撒母耳，了后撒母耳回应，了后以色列人得到救恩。撒母耳加做上帝奴仆，伊忠心一心，嘛加做咱安尼世世代代的模范。行出了海的两个学生的受呼召。是因为伊就听到耶稣的代志了后，去对耶稣，去找耶稣，才有机会去接触甲耶稣啊，带做伙的机会，加做耶稣的先来带伫基督的内面。总共一句，呼召的主动者是上帝，无论是上帝甲咱叫。啊，是咱有听到这个啊声音，咱去对这个声音，迄、那个主动者拢是上帝啊。咱愿意回应上帝呼召，然后来对耶稣无。透过安尼个圣灵节，我望咱协助咱家己，帮助咱家己，互咱家己利我，咱回想看卖下咧。咱过去的呼召是怎样？咱过去接受呼召是怎样？有可能，你是一个信主已经几啊十冬的信徒，你爱搁倒转去想看，你迄阵是安怎来做基督徒？你迄阵是安怎来成做教会的中心？你迄个时阵是安怎成做教会的领袖？我咧准备这篇讲道片的时阵，我家己嘛倒去想讲。我几啊十年前是安怎回应上帝的呼召，要来读神学院，然后来做牧师，我家己嘛爱安尼想咧。所以咱会当倒转去想，我的呼召是安怎来的？我安怎回应上帝的呼召？最后用一个故事来，予咱回应今仔日的分享。这个故事是美国的一个故事哈。有一个家庭，有一个父母，有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妹妹，妈妈有心，要准备要来生一个 baby 安尼，这个小女孩，这个妹妹吼，伊个真欢喜，期待讲哇，我的厝内吼，要有一个 baby， 我要来做姐姐啊，有一天，爸爸妈妈个对病院倒转来。
啊，着抱一个 baby 转来，伊妈妈已经生 baby 啊吼，啊是一个弟弟，哇，伊足欢喜个，讲啊，我做姐姐，啊，我有一个弟弟，安尼吼，啊，迄天哦，即、這个小女孩姐姐，伊就甲伊个爸爸妈妈要求讲吼，敢会使用一少少个时间，予伊甲伊个即个 baby 弟弟吼，啊，伫 baby 个房间伫遐。几分钟的时间，单独就好啦。爸爸妈妈感觉足奇怪、足奇怪，哪有这种的要求？我嘛足烦恼的啊，一个三岁的囡仔啊，还是一个拄仔出世的 baby 啊，单独伫一个房间，惊危险嘛吼。当时嘛好啦，啊，就互伊的这个做姐姐的小女孩，甲一个 baby 弟弟，啊，伫房间的内面，啊，这个姐姐吼，甲门关起来哦，啊。虽然危险，总是还好。有这个 baby monitor 哈，baby monitor 叫我们阿讲，叫监视器哦，监视器干，在那做旁听啊。好，就是迄个为家庭哦，弄放一个迄个物件，放伫迄个 baby 的房间哦，有会当看到，会当听到声哈。哦 ，baby monitor， 所以个危险嘛，无啥物关系。啊，这个小女孩姐姐，个哈。安尼，爸爸妈妈有听到哦，小女孩姐姐个，我去这个弟弟 baby 遐吼，足细声，甲讲两句话，安尼讲 ，Tell me about God, I have almost forgotten。啊，拜托你，你甲我讲上帝代志，我差不多伫咧袂记起啊。啊，听起来哦，真古锥对不对？真趣味哦。一个三岁姐姐哦，去甲迄个刚出世的弟弟讲吼，你吼甲我讲上帝的代志，因为吼我特别袂记即上帝安尼，吼历史是安尼啦。姐姐知影讲吼，即个 baby 弟弟吼，甲我同款，拢是对上帝遐来，拢是住伫基督的内面。当吼我经过三冬啊，我渐渐袂记即上帝啊，啊当吼弟弟。你唔当唔知会当甲我讲上帝的代志无？啊，我离开上帝已经有一段时间一段距离啊。各位兄弟，你我吼已经经过数十冬啦，像我已经五十几冬啊。啊，咱吼若像这个姐姐安尼吼的想法咯，咱已经吼离开上帝的时间甲距离已经数十年啊，差不多你要袂记得上帝的呼召，你知影无？啊、哦，所以啊，请咱搁倒转来回想，迄个时阵，咱接受上帝呼召的时阵，咱有安尼回应无？讲亚华，请你讲，你的罗卜伫遮咧听，唔通袂记住，咱来踮伫基督的内面，来成做上帝的罗卜甲奴婢，咱同心阿头来祈祷。天父，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。因为我有接受你的呼召，呾今仔日通好呾伫即个所在来向你啊讲出祈祷的声，天父上帝，愿你搁一摆来呼召我，愿你搁一摆来激励我，我真正亲像即个小女孩姐姐同款。看起来已经离开你数十年久，已经伫咧袂记即迄个呼召的声音，已经袂记即呼召的声，阮安怎咧回应的时，特别上帝，愿阮搁一摆来回应你的声音，因为你叫阮，阮伫遮，阮伫听，愿你的心来激励阮，互阮通踮伫你的内面，成做你好的罗卜。甲努力，予阮伫教会，予阮伫社会，伫学校，加做上帝你的好的工人。阮活出有基督徒的生活的见证，阮活出也讲出有基督徒的讲话的行为，也愿你的心，予阮用透过这个讲话行为来宣扬你的福音，伫阮所徛起的所在。天父上帝，阮伫遮，愿你来听阮恳求的声，也阮嘛要来听上帝你的声。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